在嘉义其实第一场的时候就已经有视障的朋友带导盲犬进来，那但是呢其实大家还是不太习惯了，那甚至有人会逗那个导盲犬，因为真的很可爱，而且他们很喜欢跟人玩，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他有稍微失控一阵子这样子。所以呢在这边还是再一次呼吁大家，就是这一次会有导盲犬跟视障的朋友来看或来听我们的这个录入听我说，那所以呢请大家进场的时候真的虽然他们很可爱，但是请尽量克制自己的那个感情，不要去逗弄他们就是了。对，我觉得我好悲哀哦，我也是，我竟然被一条狗困在这样的一个小世界里，我了解云帆，我觉得你应该定下你的游戏规则，叫他们两个照你的游戏规则走，否则就叫那条狗走。我定了一大堆的规矩，第一个犯规的就是围城。哎呦，围城在干什么呀？我还有一个好可怕的预感，我觉得我还会再跟这条狗在一起再过10年。狗很少活那么久的。它会，但是我不会。没过多久，它就可以在我的坟上发尿了。哎呦，你想太多了。我们回来喽。黑到你这个配色吗？